听到？看一下，嗯，这个贴心的伙伴，我的阿仁洪生吗？嗯，听说这一位喝这个东西喝下去，不光是提神哦，还能干嘛？别的地方也很提哦。哪里？哈，不知道，就实验很有落枕，反正也很有效。笑容。蛮忧心啦，我瘦很多呢。我忧你啦，就晚上五点前吃完东西啊。怎么？我每天都告诉我自己，九点以后不要吃，还是你自己。可能是有吃宵夜的习惯。对啊，就是戒不掉啊，吃到最后昏睡都是这样。吃到昏睡，一定要五点前吃完饭哦，然后过了五点之后肚子饿就吃芭辣，不然就吃番茄。低热量的东西，你就会变成有一样的身体。我现在才了解什么叫做有缘无分。莫怪有人讲拄到搁错过，嘛是一种缘。有缘的人，就算拄到错过，嘛是着爱搁一届。搁一届，好，我放弃。我感觉这摆，我了告诉你，好，表情控制一下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